原来是他想要吃地瓜，我叫地瓜，是地瓜猫哎，是地瓜猫。他吃生地瓜会怎样？他就会嗨起来啊，他就跟魔幻香菇一样。那一定是魔幻香菇。哇，这停车场怎么像美术馆啊？这怎么停车场长这么酷炫？也是第一次晚上看。这是美。这停车场像美术馆，太帅了。